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们是夫妻房车记，现在到这边就可以开窗子了，打开窗子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，看看窗外大货车已经走了好多了，咱们要起来溜溜浪浪，吃个早餐，要继续赶路了。走着，咱们先出去溜个小浪浪。哎呀，来来来，过来！哇，有静电，哇，好多静电，小子！哎呀，哦，看我们这儿结冰柱了，这证明我们车里边存了好多好多冰。昨天这边也是零下。3-4度这个样子，哇，这边好多冰，看，这是我们车里边囤的，冷凝水应该是，都在这个舱体旁边啊。哎，开始化雪了就好了，这样我们车里边就干燥了。来这边溜个浪浪。来吧，走走走，这边今天再开一开啊，咱们努力的开到河南，到河南的话那边温度就更高了。看这边有充电的，但是高速公路上的充电桩啊几乎都是快充，就和我们没有啥关系了，但我们这一路每天都在开的话，这个电是不缺的，一直都处于满电状态。好，咱们把这些冰都除了，除冰，这样让它这个水啊滴得更顺畅一点。这个好大。这个也大，好 ，OK， 一地冰，这边的车全部都干干燥燥的啊，就我们的车全是冰。这边来了好多这个客车，大客车是出去旅游的吗？他们什么？看，全是老年人在这跳呢。好了，吃完早饭，我们要准备出发了。今天的话，我们要开到河南，河南界，开720多公里，将近800公里。现在走吧，开过去，上面导航显示要8个小时。好了，咱们接着出发。本来要加油的，一看这边是中国海油，想着下一个服务区是中石油的，不到下一个服务区加油，这就不加了。走着，好了，我们到达加油站，把油给补满，继续前行。要有没有小枪啊？小的小枪？小枪没有。没有啊，那就慢慢加。必须得加了，没油了。
但河北的油价要比这个辽宁的油价要高，高九毛，高九分钱，不到一毛。好了，加了350块钱的油，接着继续出发。刚刚看了一下，咱们从吉林出来到现在已经加了1100块钱的油了，跑了有1000多公里。喜欢肉肉夫妻的话，点关注，强烈推荐，评论，转发。休息一下再继续前行，开了200多公里。这边小车都是有限高杆的，咱们这个高度过不去，只能和大车停在一起。哎呀，看看我穿的啥鞋，现在是时候换鞋了，把鞋先换喽，穿这鞋有点热。来把我们这双开车穿的鞋给换了。哎呀，这才符合我们现在这个天气。哎呀，昨天的米饭给热上。奶奶，你干嘛呢？打开滤变器。中午和肉哥就吃点昨天特意准备的多的那个火锅的那些菜，把它吃了，简单吃一下就好了。开整开整，中午饭搞起，吃完之后睡个睡个午觉，嗯，再开车。你这孩子真是，嗯，哎呀，我今天太臭了，感觉。不喝。肉肉把那个窗子打开，有点热。哎呦。咱家现在可还没开采暖呢。嗯，但是热呀。哎呦，这边天气暖和了嘛？是挺暖和的。我们这个车四周全在滴水，就各种滴，就之前冷的时候没扫产生的凝水在这个边上。吃饱了，喝足了，咱检查一下，准备出发了。看我们整个车都在流水，滴滴答答的，整个地上都湿了，看，都湿了，全是囤积的这个冷凝水，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干啊，估计还得再晒两天。好了呀，开始开窗子了。好了吧，关了啊。好的，走了，出发。